好，那上面这个水波，上面这个水波，我们怎么去分，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些删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立面是这个样子，是吧？那上面这个水波我们怎么去分它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建这个模，好，这样一个水波，是吧？这样一个水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样一个水波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水波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就比较丑了，是吧？这个比较丑，我能不能直接导这个出来？好，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导出来。我们看一下，我这个做的比较漂亮，是吧？这个模型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导出来吧。我们用这个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用一个。好，把这个透视图取消，然后这个就不要。好，我们导出一个水波，这里的话，我们文件是吧？导出二维图形。好，我们找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导到这个位置，我们这里选中 DWG，好，专业版才可以导是吧？SU 的专业版才可以导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导出来，我先保存一下这个，不然的话会死机，是吧？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导上。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就模型比较导出来就比较逼真一点。好，再导的话，我们先画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也填充一点，填充食材是吧？这个地方我们都是食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水波的结构是吧？这水波的结构也比较不简单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插销。好，我们这个插销拉太远了呢。好，我们不用那么长吧，看着挺怪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三个插销，这里也是一个。好，我看一下我们导完没？还在导。好，那中间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中间有个水管是吧？有个水管，所以我们这里的话也要偏一个大一点的，我们偏个50看一下。我们中间留大一点给它。好。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看一下，就像这个中间我们有条水管通上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中间要开个洞，啊，要开个洞，所以我们这个平面是吧？这个平面，那我们中间给一个洞，你说给一个大概是100是吧？给个100，我们看一下，给个100给它这个洞，这条洞是藏水管的是吧？水管从上面通上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从上面通上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洞，那通到这个位置是吧？通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我看一下导完没？好，这个东西比较大是吧？可能有排导。好，那我们再把这个地方我们先
啊，这个插销就没了是吧？这插销就没了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洞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也把它删了，我画一个看到的颜色。好，九号色。我看一下这根有一点点重叠，好，那这个人这里也是一样，是吧？也是一样。好，我看一下这里大概有多少块石头，我看一下这一块是吧？好，这一块，好，那水波这里可能就独立一块。好，这一块，我看一下，这么多块石头拼成一个水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去怎么去画这个水波。我们不是说整块。6米长的一个石头雕出来的是吧？我们是分几块雕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给上一个给水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就好，这我们镜像过来。好，或者我们从这边拷过来吧，这里有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拷过来。好，这样是对齐是吧？好，我们打完了，我们打完了，听到声音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导出了是吧？这个东西比较大，所以导出的话就比较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打开。好，这是刚导的，我看一下这个水井。好，很多东西我们看一下。我这个水，我这个水遮住的地方没了。那我看一下，我能把这个水删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水删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再导一次。啊，这样吧，我只导这里，只导这里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给水管是吧？然后画的宽一点，
这个是补水，这个是补水，是吧？这个是补水，这里叠下来的水不够流过来，所以我们这里有个补水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补水大一点，我们拉到我们这里只有30的管，我看一下，我拉到50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根的话是一个30，是吧？那我们拉到50。好，我们这里拉到40，这里拉到50吧。我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镜像过来。好，这个是补水，是吧？这个是补水。那我们给水的话是这里，这里是给水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好，还有我们这个插销啊，我们这个插销，我们要在这个平面，这个平面画出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我们做几根插销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做六根，我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给中间，好，75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做一个六根插销。好，我给个14或者16的一个插销，那这里就是8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偏个50吧，这里。因为这里才400，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插销放在这个位置比较好一点。是吧？我们填一个。好，我们插销往往填一个，填实心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里有这么多根插销，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有六根。我看一下，这两个没有拉，是吧？好，这两个没有拉。好。我们看一下，六根插销，就把这个上面这个固定跟下面这个固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还没打完，那我们把这个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，好，上面的这个天使是吧？我们把这个外轮廓打一下。好，我们这里也是个石材，我们把这个外轮廓导出来。
再换完填充一个石材是吧？你这块是这个天石是整个雕刻的是吧？整石雕刻的。好，我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它全部合并。好，我们搜索一轮廓是吧？我们能搜到，能搜到的话，那我们就最好了。好，我们填一个食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整个水井是吧？体量比较大，体量比较大。好，我们又导完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导完了。好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好，那差不多是吧？差不多，我们有这个效果是吧？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导出来的话就比较好看点。我们要这个水波，这上面的话就要这个。因为导出来的话都是碎的，这个线是吧？但我没关系，我这个轮廓 OK 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。我找个中线，好，这个地方我还是可取的，好，我看一下我这个水波的话，我们复制这个地方过去，比这个地方好看很多，是吧？好，我粘贴为块吧，我粘贴为块。好，我看一下这个就好看很多了，是吧？好，我整理一下我这个，因为我这线都很碎，是吧？很碎。好，我看一下我这些都整理一下。好，我找它终点。所以说，我们 S 就导出来的图啊，我们一定要去整理一下，因为这线都是比较乱，是吧？比较乱，特别是弧形，直线还好，弧形的话真的是比较乱七八糟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里画个直线。好。好，这些都是要调整一下的。我看一下，这线都比较乱。好，我们这个改成红色。好，那我们这些的话都不要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很多东西，都要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。
好。我看一下这些的话，怎么去调整好？啊，这都要细致一点是吧？就不是说随随便便。好，我看看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描一半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描过这个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比较好看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地方高起来的话，能不能撑起一个天使，是吧？好，有200多，应该可以吧？这里。好，我们镜像过来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就比较完美一点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比这个好看很多，但我们看一下，我这个可能就比较大点，好，会有点大，有点大，那我们小一点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再为编辑快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地方缩小一点。好，我量一下，这里大概是一个1.9米，是吧？1.9米。那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好，1.8米多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再大一点的话，就是说是1.9米的话是950。好。好，那我这样的话就标准了1.9米是吧？好，标准1.9米，好，我们保存一下。好，
我们把中间这个线删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天使撑起来的话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去到这个位置是吧？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烤到这个立面这里。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地方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头比较高是吧？我们这个就可能就没必要这样做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它拉低一点，有点高了。好，大概去到这个位置吧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天使拉高一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直接拉过来。对准正中，对准正中。好，我把这个天使拉高一点，我看一下，我选中它。我们这个天使大概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个最好就是连在一起，是吧？连着这个，连着这个。好，我们把它再拉低一点，连着这个吧，不然的话它的就是受力点没那么大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直接，好，让它受力点大一点。好，直接连着这个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是有个脚顶一下好看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是吧？就这样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角。好，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连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食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用了这个的话，就比较漂亮点，是吧？就没之前那么难看。我们看一下，之前的话可能就手稿画的一般般。所以我们经常说施工图的一个美观性很重要，是吧？就让人看起来这张图会要选心赏心悦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
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这里的话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看一下我怎么去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剖面，是吧？好。这个地方拉一下这里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模型，是吧？我们再看一下模型，它这里是比较薄的一个，那中间这里主要是支柱中间这个位置，是吧？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去掉这个位置，好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好，那这样一个弧形，是吧？好，到弧到这个位置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这样下来。好，我们大概弧到这个位置，我们看一下我这个弧形弧好看一点。好，也就说是大概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。好。那我们把这个打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剖面是吧？这一个剖面，因为我们保证这些有一个宽度是吧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里面是一个积水的是吧？装水的，那我里面的话是怎么分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怎么分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是一个平的。好，里面的话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偏一个100，看一下。好，大概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圆一个角，我们圆一个大概是100左右。好，我们圆一个100，我们圆一个200，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我这个剖面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是吧？然后我看一下，我圆一个。好，我们不圆嘛，我们直接这样吧。好，我们直接就这样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圆一点了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，那这个我们也不要，我们这个啊，这个是水面线是吧？水面线。好，我看一下我们这边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墩是吧？这个墩就直接这样下来吧，这样下来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？我们填一个。好，我们填一个食材就很明确了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。
啊，我们中间也是有一个，有一个管。我看下这个管的一个位置，去到大概是去到这个位置吧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，啊，镜像过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一个水波，这个拼法是吧？怎么拼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波，这层的话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这里的话也是一个给水管，这也是一个给水管。那我们把这个延伸上去。好，那这一条管是吧？好，我看一下我这个水波，我这个水波，我看一下几层水波是吧？是这样拼出来的，是这样拼出来的。啊，我看一下我这里还是再给一个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或者低一点吧，这里不需要那么高。看一下这水波的一个拼法是吧？